鸟都飞走了。对啊。那个警察，警察要赶也不想赶了。难怪忠孝桥管制，原来他在忠孝桥上面放。对，哎，日本人。放晴耶，你看到云层都穿过去了。你看后面的慢慢降下来，那个上面有降落伞的，飘的慢慢飘下来。对，好可爱哟，那个东西。Thank you.
看时间。看时间。